近几年来，新能源火灾中，我们有两点突出的矛盾：第一，锂电池的热失控不可避免；第二，灭火救援的难题还没有有效解决。提醒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的朋友，在驾驶新能源车辆当中，一旦遇到突然断电、冒白气等异常情况，我们啊一定要第一时间逃生，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，确保人身。